恶心的。主要还是我们前面那波就是没有任何容错率啊，我们打他，我们打武器没有任何容错率。我操！然后这个 B 一的伤害又高的离谱，真的好恶心啊！纯纯超模狗，武器剑姬，纯纯两个超模狗。补刀发育呗，补刀六级之后不好打，他直接开始空线了，好恶心。哎，真那么慢嘛，哎，为什么我推线这么慢嘛，不公平。아군이당했습니다，太不公平。那我还推线，我不推线那个线还是要被控的呀，一样的，我推线还能多吃几个兵，我不推线的话反而什么都吃不到。
적을 처치했습니다. 单杀喽！哈哈哈哈哈！臭武器！他妈的，喜欢控我线是吧？喜欢控我线。喜欢他妈控我线，杀的就是。就杀你这种控线狗，天天控我就行。这条命不要了，这条命不要了。成分这不大招多多少点伤害呀？比上个版本少说得多个二三十点呗，少说也多了二三十点伤害呗。快速回城有点太慢了，快速回城这不好看。等会用，哎呀，主播你怎么一杠二呀？我要跟他解释我是快速回城的意思，他也不会信的。不准吃，不准吃，不准吃！我怀疑我再追上去 A 他，他一又好了。我已经要魔盾了，现在。哎，为什么武器大他妈技能 CD 能那么快啊？真的不公平！我也要这种超模数据。啊，我就开始有道场了，好。猜到有道场了。猜到了，这武器不慌那样的，我就猜到了，但没办法。剑已上弦，开弓没有回头箭，好来，没有办法。队友已经上了，我感觉稻草人在也没办法。打掉海哥的伞。哎，没办法，哎，炸了，我说出来。大刀开不出来，很烦。哎，感觉应该交闪躲一下的，应该交闪躲一下的。哎，主要他，哎，就很烦的一点是什么呢？他有一个睁眼，你知道吗？他这个东西把我的那个眼拍了，他又来一个睁眼，就很恶心，你们知道吗？不然我能看到他，我直接一闪过去，一个 AQ 把这个稻草人先杀了，你知道吗？但没视野，他又是一个他的那个草尖人把我的那个眼拍了，然后又一个这个东西把我的眼拍了，他连拍我两个眼，你知道吗？很难受，巨难受。我没死，我没死，救下，救下，救下，还可以打，还可以打，还可以打。哎呦，这个 EZ， 哇，真他妈好能拉扯啊！这个洛这个闪捏的太死了，他一失血的时候他才交这个闪，这 EZ 也太肥了，两件套，十五分钟两件套，什么意思啊？哇，这个 EZ。怎么办啊，这个一堆。哇，这真的，这他妈韩服钻石为什么强度这么高啊？这个洛闪现捏的就离谱，你知道吗？那个洛一失血他都不交闪，硬是硬生生在那里拖了我们半天才交闪。
真的，这韩服钻石强度真的好高啊，比国服大师要高得多，你知道吗？这韩服钻石的强度真的比国服大师要高得多，好变态啊！他们这些人玩的，对啊，这是钻石，你知道吗？很变态，强度真的好高，很锻炼人，你知道吗？强度太高了。不可能是闪现刚钻哈，我这个应该是排钻二的，我这个号排钻二的，排钻一钻二，踢一下吧，完，要处理这个 EZ 啊，这 EZ 比较麻烦 ，EZ 太肥了，快三件套了这个人啊。好变态，我这在我这里大招必须得交给这个武器啊，我怕这武器跑了。劫有大吗？劫也没大，那这波不太好处理这个 E Z 啊。劫的话伤害也挺高的，刚刚劫打一个 W E Q 打了劫打了 E Z 一半血。我要能在这个强度上个宗师，对吧？我觉得叫什么呢？就可以回国服了，就可以回国服大杀四方。但宗师并不是我们的终点，好吧？这只是一个小目标罢了。我鼠标点不了地图了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待会得重进一下。谢谢你。我没大，劫也没大，我们这边全没大刀呀，得拖一下。你们这才中路塔呀？你们这才中路塔？我去拔中路塔了，我去抓稻草人的位置了，我落后了。哎，完了，这个被杀完了，拉一下兵线吧，能多拖一会就多拖一会呗。这 EZ 太肥了，好难处理啊！我可能得留技能去处理这个 EZ， 兄弟们，我可能得留技能去处理这个 EZ。哥们，你是辅助，别吃兵啊！啊？留到一个？这么漏吗？你们两个打半天啊，哇，他太漏了，这武器就限制我啊，他就限制一下我，然后就打团。他很聪明的，他知道他带跟我单挑，他其实他也打不过我。如果这个武器硬追我的话，他其实打不过我的，也不能说打不过吧，反正他肯定杀不掉我。这个武器，这武器肯定杀不掉我，也不说打不能不能打过吧，他肯定杀不掉我。不管武器一上去那不行啊，你不管武器，武器要把你敲死了。而且你怎么能不管武器呢？武器在打你，你不管武器，而且你怎么过去呢？你不可能不管武器的，武器在打你啊。因为我们在打武器的同时，也其实相当于我们也在限制这个武器。这个武器在出青龙刀啊，好像是。我们两个谁都打不死谁的，他打不死我，我也打不死他。EZ 杀掉了，这波好像有机会能大龙。我们 TP 还十秒钟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，准备，准备，准备。这波把大龙拿了就翻了，这波大龙应该是有了，对面直接走了。
让他们回去吧，我们还差点钱。再把他出漏啊，我们再把他出漏，出漏往里面顶，就和武器大师的玩法一样的，你知道吗？你看比赛里的武器都没有出破败的，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我们也出了往里面顶，就当工具人。其实那种武器就是当工具人，你们知道吗？那种出 CD 装然后加金身的武器大师就是当工具人。没关系，我们也可以当工具人，我们出了也当工具人去。武器大师有 TP， 他有 TP 啊，对面比我们多一个 TP， 这点会比较麻烦。我们要不然就把武器限制住，那武器也参不了团，强行让武器跟我们一 v 一，然后让队友打四 v 四，队友打起来了，好像卡他死了。但没魔抗，他打我还有点伤害的。好，有人来抓我们了。没有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呀！哎，想跳！想跳，他大招被我打断了。OK， 立大功，兄弟们，他大招被我打断了。他在那里想跳，看到了吗？他大招想跳，被我打断了，翻盘了。这才是版本答案，兄弟们。这版本要出漏，这版本还是得出漏。哎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感觉总是出漏更好赢，比较抽象，你知道吗？出输出装反而赢不了。可能这版本上单就是没有 C 的命吧，可能这版本上单就是不能 C 吧， C 不了，有点危险，把他杀掉，不够人。可能这版本上单就是没有 C 的命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受不了了！哎，他开了是吧？你怎么知道我在这的？哎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的？这个 EZ 开了，这个地方有眼吗？不可能吧？开了是吧？做一个腹肌斗篷，然后做血手。完了，队友死了两个，这个可能得浪啊，走不了。好，劫清兵效率很高啊。OK， 全得死。杰打得太好了，杰出了贪欲九头蛇，清兵效率太高了，他把兵清掉了，知道吗？得走了吧，没有兵线，就是杰把兵线清掉了，导致对方没有兵线，稻草人就白给了。而且我们很漏啊，我们可以往前顶，213的护甲，150的魔抗，然后再加上2700的血，被动的话会有一个500的盾。待会我们继续做血手啊，把血手做出来。我们中单连那个都没有出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中单连神话装都没有出。他这个太聪明了，他这个出装，他就是清线的。如果我们这边一旦不小心有人死掉了，他就可以利用他的装备去清线，因为他 CD 很高嘛 ，CD 很快，然后他又有九头蛇，他一个 W EQ 就把一波线清掉了，这样子对面就拆不了塔，把线清了，对方就拆不了塔，很聪明啊，这个杰玩的。
聪明的，这个姐挺聪明的。再吃一波吧，我们很漏的，基本上没人抓得死我们，武器单挑也打不过我们，因为我们够漏。果然为什么我一直输的原因，就还是在出输出装啊，输出装这版本赢不了，输出装这版本巨难赢，塞不了，出漏反而才能塞，你们知道吗？很抽象啊，你们可能觉得我说的话很抽象，有点不是很能理解我在说什么，但事实就是这样的，出漏反而能塞啊，听得懂吗？哎，好像说的有点抽象，就是出输出装塞不了，懂我的意思吧？你出输出装很难塞，塞不了的，但是你出漏装反而很好塞。啊，说可能说的比较抽象，但事实就是这样，你知道吧？这个游戏的事实就是这样的。下路二塔要来拔吗？道成在这，道成在这。直接过去，直接过去。一堆在上面，一堆死了。阿古尼汤也死了。还在打吗？哇，好聪明的姐！哦，好聪明的武器。没关系，好聪明的心钢影。我这个一压起身，他一技能开不出来的，他一技能已经 CD 好了，但是他开不出来，因为他被我压起身了。我这个一压他起身的，他一是开不出来的。辅助要复活了，开一个塔吧。啊，他一个塔都不让我开。没事没事，就两个人，就两个人，没有其他人复活，就他们两个，两个人打不死我的。就输出装你干不了太多事，你知道吗？输出装你只能带，但这版本你单带打不赢别人。你出漏的话，你可以做很多事情，你可以开团，你可以单带，而且我就这样跟你们说吧，我出的一身漏反而能单挑，能打赢武器，你们懂我的意思吗？如果我出输出装，我单挑是打不赢武器的，你们能听懂吗？能听懂什么意思吗？我出输出装的话，我单挑打不过武器，我出漏装反而单挑能打过武器。哎，完了，这个好像白给了。好，没事，跑了跑了跑了，我也 TP 救一下他吧。OK。结束了，结束了，结束了。因为你出输出装，你很容易会被别人一下就秒掉，你知道吗？而且你打他，你出输出装，你阿登克也踢不到他身上，他那个一技能就像无限开一样的，这水带都爆破啊！啊！也带了个爆破嘛，他好帅啊！拿下来。MVP